沈玉玲最为厉害的提问却惨遭众人炮轰。你说可以谈乌克丽丽，同时又可以同时进行。对，我问一个当场让他露馅的，请问乌克丽丽的和弦按法跟吉他是否一样？不一样。好，他回答你。不一样，好不好？这个连我都知道。今晚七点，真的了不起。